功德之果报第三部第一集，充满法喜之天界佳肴。第二区的刀立天，我们真有眼福呢。你看，当天界甜品的美味和香味渗透到天宫女主人的全身，她丰润的皮肤就更光亮，连功德之光也很闪亮，美丽炫目，十分奇特，无法形容。是啊，姐姐，我们天宫的女主人是以前曾累积过善因之天女，她只是想吃天界的甜品，莲花宝就如她所愿成来天界的甜品。女主人啊，当仆人生而为人时，也看过主人以前修功德的场面，心里很赞叹，就随喜功德，但我并未亲自参与，所以就只能仰赖主人的功德而生在这座金色的天宫里。仆人很感激天女主人的善行。你们讲述了过去的事情，每一次提到，我的心都会法喜充满。那时候我身为女人，跟你们住在同一座城市，但我有爱修功德的习性。每天早上我准备好食物，承钵供养僧众，如此修行是为了达到涅槃。当供养之前，正在供养与供养好之后，我都法喜充满，我这样时施不施，直到命终，以清净心而往生，如同睡后苏醒在这座金色天宫中，也拥有了如你们这样的知心随从。不只是这样而已，充满法喜之天界佳肴也出现在这座壮丽的天界花园，光芒亮丽，以黄金器皿和各种宝珠为点缀，呈现出我以前曾经布施过的供养品，
还有流水。弥漫的水雾使整座天界花园都凉爽起来。你们看到了吗？这些艺术品多么华丽呀！当我想吃天界佳肴或天界甜品时，在四方金池里所长出来的莲花就如我所愿，舍弃了饼和叶子。